我是朵莉斯安的鸭边。闷热的夏天，为人母的我们总会担心宝贝会不会热到，出门在外也是手忙脚乱。这是为了朵瑞咪，朵莉斯安跟婴幼生活家电合作，挑选了几组功能性强、实用性极佳，而且价格超级亲民的风扇。第一个，多功能夹力小风扇，它不管在任何的场景都适用，像办公室、婴儿车、婴儿床、桌面或是车上，甚至是煮菜的时候，或是也可以拿来吹婴儿的副食品。它可以360度旋转，夹距是可以6公分，它里面有海绵可以止滑，所以不怕它会就是夹一夹滑落，而且它的声音非常的安静，有些风扇它的声音会大到你会很焦虑的那一种，但它其实没什么噪音。它是3段的风速，实测看风速的大小，估计是可以使用1到4个小时，而且它有安全的保护，电池副保护板、防扩充保护，而锂电池坏了，它可以打开电池夹自行更换。因为这很多夹式风扇没有这样的优点，风扇的盖子也可以打开，所以清洁非常的方便。它原价是799，团购价只要329。怎么那么便宜啦，所以跟上这团超级划算。第二个是无线遥控 LED 吊扇，它有一个提手坐力挂扇两用，它挂钩是可以180度，可以手动调整你要的角度。风扇的底部有直角，所以坐力时也非常的稳固，不容易晃。它这个7寸的大小其实也蛮刚好的，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，带去露营啊或是室外活动就是刚刚好。它有附一个这么可爱的遥控器，它可以无线遥控，有3档风速，妈咪们有时候会抱着宝宝不方便移动，这时候这个遥控器就是妈咪救星，直接远端的遥控它就可以开始运作了。不仅如此啊，它有超长的续航力，2.5小时到7个小时。那经过我们的实测呢，它的强光是可以达到4个小时， USB 充电，充饱电就可以带着走，前往也是可拆式，所以清洁机身就也很方便。它一样具过充过放保护，延长使用寿命，使用的话更安全。它原价呢是999，团购价只要599。第三个是 USB 紧挂分享扇，这个细胶支架它是可以自由的弯曲，方向自由调整，所以不管你是要紧挂，或是你要缠绕在其他用品上，像是婴儿车啊、婴儿床，甚至是背包都可以。它也可以折叠的收纳，所以其实非常好收纳，不会占空间。它有一个特点，鸭边觉得超酷的，它可以拆开来一分为二。有时候跟宝贝们一起出去嘛，那你觉得两个人都需要风扇，不能只睡一个人，那就可以拆开来，妈妈跟孩子各拿一个风扇。它依据风速的话，可以使用1到2个小时，一样也是 USB 充电的。它有7片叶扇，2段风量可以调整风力，风力很强，而且低噪音，其实真的听不太到什么声音啦。鸭边就喜欢这种安静。原价是699，我们团购价只要399，现省300块。团购时间7月14到7月27，单品订单满1000即免运，实用性这么强，赶快下单吧！